华尔街股市今天再次重挫，尾盘卖压再度加重，三大指数跌幅都超过 3%， 道琼工业指数更超过了 4%， 中场暴跌超过了1000点，道琼指数中场暴跌 1032.89 点，收在 23860.46 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大跌 100.66 点，收在2581点，纳斯达克指数大跌 274.82 点，收在 6777.16 点。分析师将股市重挫归咎于公债殖利率走高的缘故，而美股本周一直卖压沉重，因是市场忧心通货膨胀率若窜升，联准会可能加速升息，而本次美股暴跌更引发了包括香港在内的全球股市大幅抛售，而香港的跌幅加剧，由于大幅下滑，中国大幅下滑，中国正在金融机构实施严厉的打击计划，违反了规则，引发了亚洲市场的抛售。新闻时报记者吴康伟整理报道。仁川国际机场警力戒备，不敢松懈，因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镇搭乘专机，在下午1:46左右抵达南韩仁川国际机场，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随行的高阶官员包括民意国家元首金永南走在前头，接着后面被警力层层包围的就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镇。根据路透社报道，金宇镇是北韩金氏家族政权历来第一位访问南韩的家族成员，金永南则是跨境到访南韩的最高阶北韩官员。金宇镇和金正恩兄妹情深，众所皆知，两人曾一起到瑞士留学，因此金宇镇和金正恩关系很特别。据了解，平壤权力层中流传着所有的事情都通过宇镇同志的说法，金宇镇负责金正恩出席活动事宜，是金正恩最信任的助理，除了当哥哥的形象指导之外，金宇镇还负责向金正恩传达消息。此次前往南韩，除了参加开幕式外，南韩总统文在寅发言人也对外表示，文在寅与金宇镇明天将在青瓦台会面，金宇镇也将出席文在寅的午宴。据南韩媒体报道，金宇镇可能会转交金正恩的亲笔信。青瓦台相关人员表示，虽然两韩会面的名称尚未决定，但确定会以元首级的待遇接见北韩代表团。新闻时事报记者陈凯婷整理报道。欢迎收看这节的新闻时事报，我是陈凯婷。中国海航集团再度传出资金链告急，濒临破产危机，而中国海航去年五月成为德国最大银行德意志银行的最大股东，已经连续3年财政亏损的德银恐怕会受到海航牵连。中国海航集团因旗下海航地产无法支付将于下周16日到期的17亿人民币集合信托贷款，正面临破产风险，目前更面临未来几个月的债务问题，海航集团系统性风险一触即发。根据德国经理杂志报道，海航是在大举收购大型负债公司后陷入资金链吃紧状况，海航的财政问题显然比外界所知的还要大。彭博报道，为确保拥有支付能力，海航计划出售在雪梨、香港、伦敦和纽约的房地产，预估将变卖约160亿美元。而专家们也预测，海航的股东银行之后也不得不替海航输血。报道指出，海航集团在2017年5月花了亿万资金为德国最大的银行德意志银行脱离困境，收购德银 10% 的股权，成为最大股东，但海航自己现在负债累累，自身难保。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德意志银行连续3年亏损，2017年再次写下财政赤字，但德银担心的不光是赤字问题，最大股东海航集团的不稳定更让德银害怕被牵连。 Zero Hedge 报道，目前不止海航面临危机，其入股企业德意志银行也面临股价下跌的风险，海航身为最大股东可能会低价释出股权，避免母集团的破产风险。彭博分析师 Daniel Regley 也认为恐怕会拖累德银的股价，创下2016年以来新低。新闻时事报记者陈凯婷整理报道。
马尔代夫近年多次上演政治危机，从政治人物到司法界都频传贪腐。如今马国总统不仅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还积极派特使寻求中国支持，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有意向中方靠拢，迫使在野势力要求印度介入，批评他的做法将让马尔代夫无以违抗中国。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政治斗争不断，总统亚门借由贪腐罪名将政敌送入监狱。虽然最高法院命令立即释放，并恢复12名脱离亚门政党的国会议员职权，亚门却怕遭到过半数的反对势力弹劾，反而将法官逮捕并撤换警察首长，更在本月5号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15天，让外界批评这样的做法根本是独裁。亚门反驳外界的说法，他表示法官意图政变，政府只能以逮捕的方式阻止。有些民众则认为是亚门的政敌买通法官，才会做出对总统不利的指控。批评者却表示，亚门仗着中国的支持出卖马尔代夫的利益，不仅暗中将马尔代夫土地卖给外资企业开富豪度假村，自己在从中捞油水。根据在野党的估算，马尔代夫对中债务占了总债务的 70% 以上，流亡海外的前马国领袖纳希德就担忧马尔代夫的利益会被亚门卖给了中国，因此要求印度出手干预。对于这样的指控，中国外交部一概否认，只说已经提示中国的旅行社暂时停止组团到马尔代夫旅游，似乎有意借由阻断每年30万的中国游客来对马尔代夫进行经济施压。新闻时报整理报道。议员手持大时钟激烈辩论，继芬兰上个月提出要废除日光节约时间后，有不少欧盟议员要求执委会需针对这个一年两度的时间调节召开一次全面性的讨论，评估是否要制定新计划或废除制度。现行欧盟法律统一了28个会员国的下令时间，春秋两季有明确的日期来调整时差，但各国对于这种方式意见分歧。支持现行体制的人认为，日光节约时间能节省能源，让民众在夏天能早一个小时工作，并且避免人们必须在冬季昏暗的夜间出门而发生交通事故。但批评者却指出，这种制度反而会造成长期的健康影响。欧盟绿党议员就引用科学研究表示，在时令交替时，人们会因为时差造成睡眠问题，在过于疲劳的情况下，反而工作效率不佳，也产生更多的交通事故。芬兰上个月就以7万联署的请愿书提议取消日光节约时间，因为对高纬度的国家来说，太阳整个夏天都不会下落，整个冬天也不会有日出，定下这种制度只是浪费时间跟精力而已。事实上2014年时，俄罗斯就取消了永久夏令时间，因为俄国的冬季黑夜非常长，这个制度造成国民长期处在高压环境而产生健康问题。现在不仅土耳其和俄国已经取消，美国部分的州也开始思考日光节约的必要性。新闻时事报整理报道。法国今天宣布将国防开支提高40%以上，以符合北约各成员国应将2%的生产毛额用于国防开支的要求，以回应美国总统川普曾经指责北约盟邦未进一步负担国防经费。据报道指出，北约目前的整体防御开支，美国便负担了70%左右。川普为了减轻美国的负担，而向北约的欧洲成员国施压。永和的法国及英国是欧洲联盟中最大的军事强国，在总统马克宏的领导之下，法国为了改变多年的国防开支政策而大增军费，而法国总统马克宏是法国首位从未服过兵役的三军统帅，他在法国1997年取消义务兵役制后才成年，但是他强调自己相当重视正在与西非及中东地区交战的武装部队。新闻时事报记者吴康伟整理报道。中国女学者张颖颖赴美做学术访问遭绑架，至今仍下落不明，目前嫌犯已遭警方逮捕，原定于这个月底进行庭审，但检方考量到要将凶嫌判处死刑，要求全案延至今年10月开庭，辩方却主张需要更多时间求证，想要延到2019年再开庭，双方现在仍没有共识。
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的中国访问学者张颖颖去年六月遭绑架，至今仍生死未卜。调查局逮捕了一名凶嫌后，怀疑张女已经遭到杀害。原本定在2月27日开庭，检方和辩方却在这个月7号纷纷递交延期申请。辩方律师以需要更多时间求证为由，主张延到2019年6月再开庭。凶嫌也经由律师要求目前审理的法官回避退出此案。但检方却表示，这种求处死刑的案例通常延期4到10个月的时间，就足以让被告、公众及受害者家人有更充分的时间来准备审判，因此延到今年10月16号开审非常合理，没有必要再延长，而检方也已经提供法医足够的证据。辩方律师则强调，他们需要逐一了解凶嫌的个人社交历史，还要访谈认识和接触被告的人，如果不进行全面精神状况评估，就不符合死刑判决的惯例。新闻时事报整理报道。英国脱欧与反脱欧的声浪持续不断，两派都有人提出要办第二次公投。这次被称为是金融之王的亿万富豪投资人索罗斯捐出40万英镑给政治运动团体，在英国扩大反脱欧广告活动，希望能促使英国国会议员表决反对脱欧最终协议。不过英国首相梅伊透过发言人表示，英国不会针对脱欧与否举办第二次公投。反脱欧组织 Best for Britain 主席马洛克布朗昨天已证实，亿万富豪投资人索罗斯已经透过他的基金会捐出40万英镑给 Best for Britain。 坚决支持脱欧的伦敦每日电讯报指出，索罗斯意图推翻脱欧决定，本月正策划全国性的广告活动，希望能借此导向二次公投，让英国继续留在欧洲联盟。索罗斯捐款反脱欧消息一出，英国首相发言人表示，首相梅伊的立场很明确，英国已表决选择脱离欧盟，我们就会达成这项使命，不会有二次公投。然而支持二次公投的也不是只有反脱欧的人，英国脱欧派人士内杰法拉吉目前也呼吁举行第二次公投，以阻止亲欧派人士的反对声浪。这番言论引来很多支持与批评，当时首相梅伊也回绝举办二次公投。亲欧派马洛克布朗为自己的运动辩称，他表示英国脱欧是否要继续走下去，国会议员应该有机会再想一想。新闻时事报记者陈凯婷整理报道。脸书目前正在调查相关平台上可能被利用来影响英国退欧公投的意见，并将在2月底向委员会提供调查结果。脸书的全球政策管理负责人莫妮卡·比克特告诉下议院，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2017选举之前，脸书已经取消了数千个假账目，尽管他们不一定是为了传播虚假的讯息。比克特告诉国会议员，脸书有个严格的政策，就是真实姓名注册人，并采取行动来处理假冒的资料，并表示我们会尽全力抓住每一个假账号，但不代表我们会抓住每一个可疑的账号。新闻时事报记者吴康伟整理报道。一年一度的台北国际书展于今年2月6日盛大开幕，今年主题为独立时代，意味着阅读是力量的概念，邀请来许多重磅级人物和民众分享经典书籍。前时报周刊社长张国立2月8日在台北国际书展南沙龙区与读者一同剖析来自越南裔美国小说家阮月清的得奖作品《同情者》。同情者是一本2015年出版的历史类小说，出版的隔年就荣获普利兹文学奖，更获得八座文学桂冠、13家欧美主流媒体年度选书的优良读物。书内以倒叙的方式描写一名政治犯被迫认罪的自白，涵盖广阔的越南历史以及深刻的人物书写。张国立用他个人的经验带领现场读者进入时光隧道，仿佛回到了越战时期。作者阮月清在《同情者》中文版的开头写下，台湾和越南一样，在近代史上也曾因战争、分裂与占据对人类造成巨大伤害，人民和文学如何去面对这样的过去呢？这是我在这本小说中试图探讨的问题。《
同情者将近25万字的篇幅，书写着大时代下的小人物如何面对内心交战、国家民族与身份认同的撕裂拉扯，让读者从战火中看见人性，自荒谬里得到救赎。这本书不只是张国立的必看首选，更是许多人心目中的最佳小说。以上为记者张若颖在台北国际书展的特别报道。人生到了最后都是一个人，你有想过做好什么样的准备，让自己有尊严安详地走完最后一段路吗？台北国际书展2月8日举行一个人的临终新书分享会，随着日本社会日益高龄化，新生儿出生率不断减少，作者上野千鹤子撰写了这本书，认为大家都应该重视一个人临终的问题，及早做好准备。上野千鹤子是现任东京大学人文社会学系研究所教授，他2007年在日本出版《一个人的老后》大受欢迎，2015年又推出《一个人的临终》，并在2017年年底发行中文版。根据调查显示，日本一个人独居的比例为 27%，只有夫妻同住的比例为 31%， 也就是说近半数以上的老人没有子女的陪伴。在人口结构的变化之下，日本社会对独居的评价开始有了改变，不少年长者认为与儿女同住幸福感会减少，过去那种必须在家断气的想法也不复见。上野千鹤子表示，台湾与日本的人口变化很像，独居现象也将影响台湾社会。近来日本社会的氛围已渐渐变得可以自然地讨论死亡，不再认为死亡独居是不吉利的事。日本政府也实施长照政策，以因应庞大的老年人口，将来可以成为台湾的参考对象。未来台湾很可能步上日本的后尘，上野千鹤子期盼台湾能够设计一套优于日本制度的方法，让每个人都可以优雅地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以上为记者张若颖在台北国际书展的特别报道。